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月，我是 AM 1480早上主持新闻节目嘅。咁今次特别节目嘅双亲节咧，喺呢度祝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双亲节。为咗隆重其事咧，我就打咗个煲胎嘅。不过我都希望大家咧系欣赏多啲嘅美丽风景啊。于是乎咧，我会摆一啲嘅新冠疫情期间我所拍摄嘅照片，同大家一齐分享同欣赏啊。同埋可以听下呢一首歌曲容祖儿嘅《世上只有》，送俾大家。天下嘅父母亲爱系无限，子女嘅爱亦都要好好咁样回赠俾我哋嘅父母亲。多谢大家。望着你讲，也许更易溶于水的三个字，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，有着你的爱，动力和意义。You make me cry, make me smile,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。谢谢你的以及无上的爱护，年月漫漫多艰苦，你也永远优先担心我起顾，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。 Oh I love you， 多谢，祝大家有个开心愉快的双亲节。但是我知你都有梦，仍将一生给我用，全个世界几多种爱与爱在互动，也未及这种爱能完全献奉。 You make me cry, make me smile,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。 谢谢你的关顾与无上的爱护，年月漫漫多艰苦，你也永远优先担心我起顾，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。 Oh I love you， 祝大家双亲节快乐，多谢。